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啊。今年这个十一国庆期间啊，许多台湾演艺人员啊，以多种方式啊，同庆祖国华诞啊，表达爱国之心和真挚的祝福，我们对此表示肯定。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啊，支持鼓励两岸文化交流合作，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，希望更多的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啊，来分享机遇，来发挥积极作用啊。这件事这个引起了岛内啊一些台独势力啊，他们的恐惧啊，所以他们借机制造事端啊，那么加以阻挠啊，加以恐吓啊，我觉着这是不得人心的啊。